那怎么办？还是得卖啊。但是不敢救。想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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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画你，画你，黑炭的，黑炭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阿星这把，这是阿星的王图，就是阿星当他掏出厂长或者走停哥，当他掏出小丑，在他们的王图不用看阵容，闭着眼睛，我看好阿星，我看好走停哥。然后上把就被毒来到了。哎呀，上一把真的差一点点，就你那个记者第一个飞轮，就那一秒钟他好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只能赌他没啥，因为我再骗他娃，他第二个娃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阿星上来的话，刷这边的杂技。主要祭司离得太远了。一刀好打中头铁，这波头铁铁的很好。这把是一个传送厂长，我感觉这把的话应该会打蛮久的，不打个八分钟下不来。传送厂长他估计到后面可以，对吧，传来传去打好久呢。对不上。有刀吗？没刀。哎呀，没有。好哥哥对于这个刀气的把握还是非常的精准啊。哎，这波吹的怎么样啊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五块。想要多少？五块。不多。哎，可以打到了。哎，那还行，三台机抓了一个杂技。他们这把有一个问题啊，他们这把，这不，或者说他们的阵容本身就是没有一个强势的救人位，没有一个稳定的救人位啊。来分析一下大帅，这波怎么办？这波不知道怎么救。记者啊，不是做那个小说家过来救吗？小说家没有过来，想让谁救？祭司来救啊！小说家可以换位救人的。对，我也觉得小说家来救会不会好一点？祭司来救这边，他可以放黑炭给娃上火，三个人。对，搞得你能救下来也来，你过来试试看。两个人隔河相望。哦，他加满。哎，假装传送，然后又回来。阿星是传感机子，对，传了一波干扰一下密码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怎么办？还是得卖啊。但是不敢救。想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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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晃你，晃你，黑炭的，黑炭的。哎，黑炭的。这两波没搏到，黑炭过来他就不敢救。啊，那这样的话人救不下来了。他就一直做动作压迫他。对对对对对，不敢捞的呀，这震慑了不是血炸，穿个洞。但是呢，密码机修完了，有一说一，他们没救下来归没救下来啊，这机子就差最后半台了。三人开门战，两位觉得这把阿星，我说阿星这把输肯定输不了了吧？这不可能对吧？再跑三个吧。哎哎哎哎，有没有地下室什么的呀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的话刚才可能就挂了。机子压好了，这边的话小说家来救，小说家没有双弹，这把小说家是有大心脏的。哎，他们现在好像前面刚开始打的凶一点，现在都带大心脏了。因为他不带大心脏太容易被针对了。对，阿星的话18秒有传送，放黑炭过去，那边人捞下来了，这波感觉过来。哎，画家可以偷看一下。对，反而好像这波是不是亏了呀？亏了呀，那他过来还让这个画家画出画来了。对，而且这边机子其实也压好了。想打落地刀吗？密码机点亮，这边画家有画，来嘛，谁怕谁？这里可以拖。这里真的门在点了，门在点了，阿星不能。看这个传送。哎，不能管这画家。黑炭打了一刀。这边的话祭司连大洞了，把大洞打了然后传送。对，把大洞打了。哎，不传也行，先把小说家给、哦、但这小说家有点难抓。这个局势有点扑朔迷离。哎呦，应该输应该输不了吧阿星。还在走啊，但是门开了呀，这要走地窖了。
再玩感觉更加扑朔迷离了，因为求生者每个人都有自保呀，有画有动有小说。阿星不甘心，哎，看到祭司了，哎，看到祭司了，但那边有地窖，这祭司有个洞的，哎，有地窖。祭司，星仔，先一个洞打开，这边跟过去，哎，完了，哎，祭司为什么不走？哎，可能觉得来不及。我感觉祭司这波直接冲地窖会不会好一点啊？对啊，直接冲就可以了啊。直接冲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就算那刀打到了，其实也有机会能跳的。